一小時任飲中式咖啡，我哋一個鐘有冇可能挑戰飲杯嘢飲？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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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蛇打煲未啊？應該是人生第一次咖啡因 OD， 可唔可以有嗰啲耳得係？哇 ！Hello 阿軒，今日咧我哋做一個特飯。Hello， 嚇親佢，先有驚一下。我哋做一個特拍，呢個特拍咧就係一間原本咧我喺大角咀拍嘅時候好想拍嘅咖啡，然後去我度拍嘅時候佢執咗，然之後佢開翻啦，佢喺好短時間開翻，而佢今次咧嗰個堅力咧，我覺得係仲誇張咗，佢咧出咗一個一小時任飲中式咖啡，佢涼茶咖啡算唔算咧？佢當歸辣啤喎，咁算唔算係涼茶咖啡啊？一個鐘頭你任飲體驗㗎，佢想俾你 taste 曬佢入面咁多嘢，哇！好想試啊！而呢樣嘢咧，你係唔知佢會開到幾時啦，所以我哋要即刻嚟試，耶！6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飲杯嘢飲，我哋一個鐘有冇可能挑戰飲杯嘢飲 ？OK， go！ 我想問一下咧，嗰個放題係要點樣嗌噶？係咪即係嘢飲嗰版全部都係白？哦，好啊，唔得，但我哋每次三杯啦，好冇？咁我哋嗌咗幾樣，我本身一嚟就已經好想試嘅，就係當歸咖啡拿鐵啦。是什麼味道呢？抱著一個我本身就已經很欣賞這一間的，但是他那時候沒有了，現在開飯還可以讓我試完他那麼多隻，我不衝過來，嘻嘻。我們的第一杯不正常咖啡是，我沒記錯，是 Don Wee 咖啡。哇，他這個拎法呢，他拿他的碗很漂亮，然後他這個拎法呢都是很有舊式一本涼茶是這樣喝的，即有個玻璃蓋在上面那隻，這些呢據說含在脷底就會生生的，不過它含人心，sorry， 不是當歸。我明白為什麼含在脷底它會生生，它是一杯好喝的拿鐵，即當歸味糊了上來，它的苦跟咖啡的苦好像是挺match埋一起，桂花冰波拿鐵。融咗嘅過程入面咧，佢係好似有花瓣咁樣噶。哇，好貴呢！然後佢上面咧淋落嚟咧，有嗰種爆火山嗰啲熔岩嗰啲層層圈啊。但係佢想係咪要滴多兩下先？我哋因為滴多兩下先。試呢個先，我想試呢個，我想試呢個。係羅漢果喎，曬乾嗰只羅漢果，即係煲湯啲嚟喎。期待。佢咧有羅漢果，平時煲湯咧，即係你飲啲鹹啲湯，然後佢之後有陣甜，有陣好強嘅回甘甜咯。當歸咖啡嘅精髓，絕對唔係一杯咖啡咯。蛇羹係咁嘅咩？我覺得咧，其實佢話係放題啦，唔係真係要搶曬咁多杯嘅。其實咧飲咗兩至三杯，然後傾下偈一個鐘，我覺得就已經好 nice 咯，88蚊。我試下你講係咪濃咗先？我開始唔係拎咖啡嘅手勢啦，我而家係拎涼茶嗰個手勢。哦，而家嘅當歸味出咗，而家嗰種喺個喉嚨上翻嚟嗰陣當歸味，開始有啲藥材鋪嘅味，中藥味啊，出啦！真，而家出啦！而家出啦！而家有啦嗰種味，試試菊花波波 ，cheers！ 哦，呢個係好飲嘅咖啡，即真係有嗰陣淡淡嘅桂花香氣嘅咖啡。Are you ready for the next round？ 你知道你的工作是包括飲曬我整翻嗰啲耶穌係咪耶穌？耶王加 expresso。哦。終極咖啡。咁樣耶穌。我都陳皮有啲興趣㗎，其實可唔可以出翻陳皮嘅樣啊？嗰時有個龍珠茶，而且佢盲盒好似好過癮。Random 出係咪真係？真係試下得。有啦！有蛇打煲味啦！是不是真的很養生的呢？它整個的感覺都是 decent， 即是它這樣一杯其實賣68蚊，慢慢坐是不過分。很想說一些完全不關這杯嘢事的事，很多人發夢會有一些既定的情景的，我其中有一個夢是由小到大發了很多次，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湖，然後我在旁邊跳了下去，潛到很低，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探險，好像你已經去過這個湖度很多次，我現在望下去我是突然之間 call 了那個 memory 出來。我知點解，因為平時夜王的口其實是不會劈咁大，佢而家有嗰種湖啊洞穴的感覺嘅，應該要飲一啖才可以倒落去。
佢冇咗啱啱我話好清澈嗰個凍月嘅感覺，係一啲比較習慣嘅口味嚟嘅，但係舒服嘅，因為佢本身個椰青都嗰個清甜同咖啡係夾嘅。哦，咧咖啡 to the max 啊！我哋上網 check 下，飲幾多杯咖啡會中毒先？咖啡因攝取量每日建議不超過400毫克，即係一日唔可以兩杯。兩杯。山茶花、話梅、氣泡茶，茶都係咖啡因嚟嘅。哦，邊個係山茶花咧？唔太甜嘅話梅梳打舒服。你咪要龍珠茶？咩啊？啲龍珠茶唔好吸引啊，好啦。但你知咩嚟？你根本就係中意佢盲盒兩個字啫嘛。係啊。嗱，佢滿足到咩都試下嗰個。粉粉細啲就好啲啦，係可以推介到俾朋友嚟試，然後嚟食佢個正餐一兩杯咁樣咯。你啱啱講嘅時候，我係諗起我細個點解會試曬成個 cocktail menu 嘅咧，就係、是、以前真係仲有任飲，即係啲細場任飲嘅年代，初出社會唔知唔同嘅 cocktail 係咩味。咁你任飲噶嘛，你唔係$80一杯、$100一杯嘛，咁你就佢每杯都沖可能呢一個 size 俾你啦。跟住就奶嘢啦，原來有啲酒精濃度好高，同埋溝酒啊！咖啡唔夠嘅，唔係，但係你都係會進入亢奮嘅。佢呢個烏雲就係芝麻牛乳啦，咁佢咧仲有另外一個藍天白話，啱啱我哋見到隔離台嗌咧係勁靚仔同埋勁吸引嘅。佢嚟到咧，佢做嗰個漸層咧，仲好似嗰啲流沙流咁樣，慢慢慢慢咁飛引落去，有一種烏雲落雨嘅感覺係。靚嘅，哇好靚咯！有冇食過八次方啊？啫喱啊，嗰個叫四方紅。八次方咧係一隻之前著茶定維記出嘅朱古力粒粒雪糕嚟嘅，佢係有8粒正方形立方體嘅芝麻朱古力雪糕，佢上面呢個就係嗰陣味咯，佢成杯嘢就係芝麻雪糕融咗嘅味道，同埋佢仲有少少。芝麻的烘焙味在這裡是挺香的。一般你會選什麼？應該是人生第一次咖啡因 OD 龍珠茶。哇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喝了很多咖啡之後很舒服，然後茶也是有咖啡因。其他呢你還有想試的款式你自己來試吧。我搞不了了，極限了，一杯我們你看不到出片了，再喝下去。杯質我們有喝了7杯咖啡，一人一半，即是每人3杯半，是兩天的攝取量。 Thank you Final Coffee 陳皮咖啡，可不可以有陳皮的頭在這裡？挺香的，就是要浸下去。最美有一哦，嗰陣回想你嗰陣香味，哦，可能我腦入面第一下是 expect 嗰只陳皮粉的感覺，佢搞啫，甚至一下埋去嗰陣陳皮香是勁，我覺得還好，即係如果其實我冇試咁多杯咖啡，佢嘅咖啡是好飲，然之後有陣陳皮的果皮香是舒服的。同埋咧，佢啱啱講嘅一杯咖啡係正常咖啡，唔係 espresso。我哋係有飲過 espresso。有啊。可唔可以有嗰啲耳返係？你已經做咗個耳返啦，頭先。點解你哋會諗做放題嘅？點解冇問我之前先買放題？哦，係啊。跟住之後就即係累緊方程咁樣。加油啊！我想講咧，啱啱俾完錢，我將錢攝翻落銀包嘅時候，我 feel 到我都有手震啦。喺入面唔可以好大聲咁講嘢啦，始終間鋪頭偏細啦。但係咧，佢嘅我見到人哋嗌 main course， main course 感覺係，真係快屙尿。佢個 main course 係好吸引嘅，同埋佢嘅咖啡個底，我講咗好多次啦。但係佢咖啡嘅底係好飲，值得試嘅。即係我覺得，如果你係想已經有自己中意嘅嘢飲嘅話，單點啦，可以坐得耐啲，慢慢嗲。但係你真係話我真係好想試曬咁多隻味嘅話，咁咪試下放題咯。好嘅咖啡其實佢個桂花咖啡係幾好味嘅，我覺得最好嘅就係因為佢啲咖啡咧唔係落糖漿，就算佢凍都唔係落糖漿嗰只咧，你唔會驚咗佢係好甜嗰只感覺咯。如果我自己嚟嘅話，我可能會係桂花。咖啡再搭多一個芝麻牛乳，舒服。當歸我覺得是幾值得試一次的，但是咪我好想要的嘢咧，未必。又或者冬天的時候嚟可能會好啲。記住逢星期四夜晚8點睇住阿軒熟食香港18區，星期二同星期六都會有片嘅。記住 C L S， 講唔到添。記住 C L S S， 好，我哋真的要去洗手間啦，拜拜。